啊，对，上当时对汉大情，我相信这号情哦，人会喊你会记嘞。伊起码对我拢讲，伊是替你煮条，总经理的位置。啊，不过全公司的人拢讲，啊，自从伊做代理总经理了后，迄业绩拢愈来愈好，你想，我就停伊个。哼，空哥这尔好听，我外总经理的位置，伊是愈坐愈惯势啊。哎呦，莫安尼讲嘛，啊，正如我一有心嘞，啊，做汉尔济工课，真辛苦呢。有心的人，哪会一个啊？你嘛是啊，伊并无较高贵啦。那你莫生气啦，明明就是要替我过生日，哪会当初对甲像一个歹脸亲情啊？ 手机在那，嗯。那不是因为我着急要去提案，我嘛是要加陪你一挂时间啊。知影我的重要啊吼。当然啊，你连续两届甲我斗相共，都过难关嘞。 那替我保着我的面子，搁替我的未来铺路，你都唔知影，我有偌尼感动嘞。啊，我甲迄个即会晓甲你当作贼拉咧提防的李俊乐比起来，我是毋是搁较是合理？莫伫这个时阵讲着迄个名啦，足扫兴的。那安尼你就讲你需要我，讲你永远拢袂当无我。 小姐，你不要激动，我来解决。稍等，不好意思，事情是这样的，这位是徐天爱小姐，她来我们派出所报案，说这个拐骗我未婚夫。我是不信啦，但我徐小姐坚持嘛。徐小姐，真的很抱歉，但是这些是有原因的，我希望你可以听我解释。我说过很多次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的未婚夫，我是牛云龙。 什么牛运龙呢？难听死了！你是张礼谦，我的未婚夫李谦欧巴，张礼谦。你这么想要找你的未婚夫，你就去找他，不要来烦我们，好不好？阿牛，你先冷静一点。你不要叫他阿牛。你看啊，他们趁我未婚夫失忆，就洗脑他，骗他在家里当苦工。李谦欧巴，李谦欧巴，我好想你哦。徐天爱怎么在这里？执行长。 因为您失踪很久，天爱非常担心你，特地从巴黎飞回来找你。今天能找到您实在是太好了。我失踪很久。对啊，李秋爸，你失踪好久好久，我们都好担心你。执行长，您不记得您失踪很久了吗？我只记得我在游泳池跌倒，然后其他我就没有印象。 执行长，没关系，这是不急，我先带您回房休息吧。这边请。那我的手机呢？不知道。可能是邵家的人藏起来了，明天我们就去报警，让警察去找回来。李谦欧巴，你才刚恢复记忆，今天晚上就好好休息，不要想太多了。
振宇哥，今天你也忙了一天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这里有我照顾李倩，我爸，你可以回去了。今天晚上我想要自己一个人。可是你需要人照顾，我想要陪你。再去准备另外一间房。是。你真的不在乎我了吗？我以为你这次来是要谈合作的愿景。如果你对这个合作没什么兴趣的话，那也不用谈了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康少少，你有家庭，有丈夫，你有成功的事业，还有良好的形象，请你自重。回答我。我跟你除了工作，以后将不会有任何关系。不相信你会忘了。医生，不是你看那个样子。医生，康总，这是你要的沙拉跟国宝茶。如果你不饿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进行会议哦。实业老师留下。其他还给我滚出去。要谈就大家一起谈，不然就什么都别说了。康总，石野老师是我们出版社最重要的作家，我们有权利维护他人身安全，他有他合作的意愿。不好意思，你刚才的行为很明显已经构成了骚扰。直到当初是我丢下你，你会生气也是理所当然，脾气也闹够了吧？现在我回来啦，跟我走吧。你有必要做到这种地步吗？你要赔上你辛辛苦苦建立的名声跟形象，你值得吗？如果我说我可以为了你什么都不要了，那也是你的选择，跟我无关。你真的这么恨我吗？我并不恨你。有爱才会有恨，你不懂吗？我还是很感谢你以前对我的所有帮助，所以请你让我对你抱有最后的这一点尊重，好吗？别闹了，知道你很想我的，我们回家吧。
还是叫人请我？是你下了的啦，你下？哦啊，恁在学校冤家哦？我去学校路的，伊只仔到拄到伊，好心问伊敢要坐我的车斗阵去，伊过来拍欠钱，讲我家婆都给我写，而且还佫。你要跟我啥？你身躯边有一个查甫人啦，敢那是你的长工杨坤良。伊两个哦，手牵手，偌亲密的呢，有讲有笑，都难做伙。我靠，到脸拢红啊！原来我是发现伊的约会，伊两个见小灯生气，佫甲我拍啦。这无可能啦！迄个下吼，伊透早就出去啊。阿姨姑娘可关在床口呢。阿姊安怎看到我心虚是无？我要去床口摕药材，人摕等下来。话讲清楚才去。小奶奶，我真无闲的，请你莫影响到我的工课。莫假啊啦，我煞唔知你这个狐狸精想要变什么梦？你莫食饱上瘾，我每一天哦拢真认真咧做工课，甲少爷连话都真少讲。性情同的每一个人都看在眼里，你不相信可以问他啊。到二十四小时白做伙，我算不知道亲像你这未见晓的查某囡仔，拄到机会就想要诱拐少爷，想要严格烫红杯。我算不记得你是倒菜地出身的，你是倒一日目睭看到我咧诱拐少爷？你若是无在调，管好你家己的翁，归去摕一条锁啊，别伫个裤头，卡免你安大讲疑神疑鬼。你竟然敢安尼我讲话哦！过去你安怎糟蹋我，我拢有当无甲你计较。啊，不过为即马开始，你若是敢讲安尼凊彩玩弄我，我绝对对你无客气。你口气真大嘛？你廖尊讲你徛信中堂的柜台，就了不起就是嘛？我一个月就当互你无头路，你要信无？是老婆三个头家给我来的，性冲动的事情你没资格偷管啊！你看我资格管吗？你们走。林大哥，你是来乱下啦？我来乱下，你心内怎知啊？林少爷，请你把小奶奶顾好，别让伊亲像小狗同款，四处乱咬人。你给我讲哦，你给我讲啊！好了啦，林家俊，你今仔日又不敢是这真卡怂，我跟你袂耍啦！小爷，我身体没啥爽快，我要请假。阿秋，阿秋，赵小浩啊！你是要家己跳落，还是我家斗相共？我需要你，给我一点仔勇气。世人爱变较巧，不过永远离我较远的。我甲囡仔死，做鬼嘛袂放手。你为什么安尼对待蔡韵如？叫人反背感情的滋味，足艰苦。吴嘉文，我即摆反悔啊！我即无想要甲你请你，我想要甲你对不起。你尸体在我的手头的，
死在我的边啊，我马上就得到你啊！你应该留来陪我，我来帮你一个火药锁，看你是不是真的好。我放手，放开！你干哪林总？为卖讲兄弟，我就是在放手。恁全家伙啊，三个人恐惊受性命危险。当我现在对你还够有兴趣的时阵，你上好是跟我乖乖回来。走！你先冲啊！我们先回去吧。你这儿应该有立方检查的资料吧？你帮我看看他正不正常？依照规定，我不是医生，没有办法看诊。哦，那你是看不懂数据啊？数据是看得懂，只是我没有办法替个案做诊断。那你能干什么呢？如果立方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替他做心理上的咨询。那如果有营养方面的问题的话，我也可以给他专业的意见。那你告诉我，立方的身体到底哪里有问题？为什么一直都怀不上啊？通常我们不会称不孕的个案叫做有问题，我们都会用时候未到比较适合。你这是在教训我啊？昨天晚上跟那个咨询师聊过了？对，跟他蛮投缘的，他人很好，会给我一些建议。哦，有什么建议说来听听。他说啊，不孕症的疗程最好夫妻同时到医院做检查，时间上比较有效率，也可以检查出是哪一方不孕。哪一方不孕？他的意思是说，不孕的可能是郑浩咯。郑浩他已经正式接班了，他就是我们巨研建设的代表人，我们公司在国际的高知名度上面已经有非常非常好的成绩了。你让这么大一个大企业家去看不孕，你身为严太太，你有没有想过为你老公的颜面着想啊？这种事情如果传出去的话，记者一报，哼，那我们严家的面子不是全扫地了吗？